南无达斯帕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南无达斯帕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南无达斯帕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字觉者。各位贤友，我们在上一讲学习了《大四十经》当中所讲到的邪业及杀生不予取欲邪行。佛陀在经文上继续这么样说：嘎达摩智比卡维萨玛嘎曼多萨玛嘎曼当巴哈比卡维多央瓦达米阿迪比卡维萨玛嘎曼多萨萨沃布尼亚帕吉哟。乌巴迪维巴哥阿迪比卡维萨玛卡曼多阿里哟阿那萨瓦罗库达罗玛冈哥就比库什么是正业？我说正业有两种，就比库有正业是有漏福德分所依果报，就比库有正业是圣无漏出世间道之。在这里，佛陀同样把正业，也就是正确的行为，分为两类，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出世间的。佛陀继续这么样说：嘎达摩智比卡维萨玛嘎曼多萨萨瓦布尼亚帕吉哟乌巴提维巴哥巴那提巴达维拉曼尼阿迪那达那维拉曼尼嘎咪苏米查扎拉维拉曼尼阿扬比卡沃萨玛嘎曼多萨萨瓦布尼亚帕吉哟乌巴提维巴哥。就比库哪种正业是有漏福德分所依果报呢？离杀生，离不予取，离欲邪行。就比库这种正业是有漏福德分所依果报。佛陀在这里讲到了三类世间的正当行为，是离杀生、离不予取、离欲邪行。离杀生是不杀害生命，不去故意断除任何生命的生存权，不仅不去夺取任何有生命值的生存权，同时也不去伤害、不去虐待任何的动物，和不去打架、斗殴等。也就是在经文里面讲到的舍去棍棒等对一切众生充满慈悯而住，不仅不去伤害、不去杀害、不去断除其他的生命，同时对一切的生命要怀有慈爱之心，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快乐。离不予取，离不予取是不去偷、不去盗、不去抢，不去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去占有、拥有不属于自己的、属于其他人的物品、东西、财产等。不仅不予取，只是拿属于自己的，别人不给的，甚至连碰都不要去碰。如果能够做到乐善好施，那会更好。离欲邪行是指避免任何不正当的两性行为，只要是非夫妇的、非夫妻的行为都不去沾染，甚至不去想，忠诚于自己的伴侣，维护好家庭，多点从伴侣的感受去考虑，多点从自己家庭、从子女的感受去考虑，而不是为了一时之快，不是为了纵一时之欲而留下终身的悔恨，或者说造下了家庭的悲剧。为什么需要离杀生、离不予取、离欲邪行呢？
在经典里面讲到一种叫推己及人的方法，意思是说，自己爱护生命，自己希望能够没有遭到伤害、没有危险的生活，自己拥有生存权，因此不应该去夺取、杀害、伤害任何其他有生命的动物。人等，任何生命都是贪生怕死的，任何生命都爱护自己的生命，甚至我们去碰一只蚂蚁，蚂蚁都会认为说它有可能遭到攻击，它都会逃生，更何况是人呢？任何的动物，它都有它的生存权，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了一时的嗔恨，或者为了贪一时的口味而去杀害、去断除、去剥夺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对于离不逾矩，我们自己都希望自己的财产能够安全，我们都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偷被抢，我们都要保护。用各种方式方法来保护自己财产，不希望财产遭到意外、遭到损失，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这种痛苦加在其他任何人的身上，不要非法去占有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想要获得，我们都要通过正当的途径，通过法律许可的，通过良心过关的，通过道德许可的范畴去拥有、去获得。为什么需要离欲斜行呢？作为在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伴侣，或者有自己的儿女。做儿女的不会希望自己的父母在外面胡搞。做伴侣的不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在外面乱来。做父母的不会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外面就做女儿的就做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外面被人胡搞啊等等。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一时的快乐。加在别人的身上，而带给别人的家庭，带给别人的子女，带给别人的伴侣和父母带来伤害，不管是心灵的伤害或者带来家庭的伤害、感情的伤害等等。推己及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别人不希望这样做，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虽然现在的社会要。做到这样，也许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完全的不杀生，完全的不偷取，完全的不乱搞男女关系，完全的不说虚妄语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了，那我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责，我们可以无悔的过日子，因为我们没有做有损自己良心和道德的事情。如果别人越是这样做，我们越要做好自己。就好像说，有人说现在在这个社会要做到不骗人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诚信度很低难道因为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这种诚信度很低，所以你也要降低自己的诚信度吗？如果你所言真实，所说的都是真话的话，你的诚信度自然会高。如果你一直你都不骗人的话，你说很多的话，别人都会相信，甚至你说的话都会发生，都会真实的发生。如果你不去杀生，
你不去伤害其他的生命，你自然你不会惧怕，你不会害怕。如果你不去偷，不去抢，它的果报就是你自然你的财产能够获得安全。如果你不去乱搞男女关系，你带来的果报就是你的家庭自然能够和睦，你自然能够获得人的喜爱、喜欢。所以这三种正当的行为是，作为在家人，作为佛弟子应该要做到的，应该要努力去做的。这三种行为也属于五戒当中的前面三条，即离杀生、离不逾矩和离欲戒行。接着佛陀继续这样说：Gatamoja bhikkhave sammagamanto aliyo anasavo lokutalo makkhanko yoko bhikkhave aliyacittassa anasavacittassa aliyamakkha sambandhino aliyamakkhaṃ bhavayato tihit kayato calitehit alati vilati pati vilati veramani ayam bhikkhave sammagamanto aliyo anasavalokutalo makkhanko chu bhikkhu 哪种正业是甚无漏出世间道之呢？chu bhikkhu 那甚心指无漏心指，拥有圣道指，修习圣道指之远离离舍离，避免三种身恶行。就比如这种正业是甚无漏出世间道之。这里佛陀提到了出世间的正业。出世间的正业，从就近地相来说，是指在道心中的正业，这种离心所。在圣道心当中，有三种心所。是离心所，其中一种是正业。一旦一位禅修者证得了出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会故意去造作、去违犯杀生、不逾矩和欲邪行。也就是说，即使他还是个在家人，他都不会故意去造作杀生、不逾矩和欲邪行这种邪业、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出道心升起，就是入流道心升起，这一个人，这一位圣子已经完全的断除了想要去杀生、想要去偷取或者去乱搞男女关系这种动机，他都已经断除了，他不会再产生了。所以这种正业是出世间的。经文接着说：“So micha gamantassa bahanaya vayamati samma gamantassa。” Upasampadaya swasa hoti sammavayamo so sato micchagammantam paccahati sato sammagammantam upasampaccha viharati sasa hoti sammasati iti ime tayo dhamma sammagammantam anupalithavanti anupalivattanti Sayatitang samaditi samavayamo samasati，他会舍断邪业，具足正业而精进，这是他的正精进。他专念舍断邪业，专念具足正业而住，这是他的正念。如是，此三法围绕跟随着正业，即正见、正精进和正念。这里讲到的正精进，也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出世间的。正精进是他为了舍断邪业，就是他不去故意违犯不正当的行为，不去做不正当的行为，为此而付出的精进是正精进。他为了要
培养离沙生、离不语曲、离欲写行所付出的精进，这是他的世间正精进。在出世间正精进当中，由于他和正业是一起升起的，所以他们是不前不后的。对于正念来说呢，也是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出世间的。对于世间也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为了要去除不正当的行为，去除邪业，而保持正念，培养正念，这是世间的正念。另外一种世间的正念是他为了要具足正业，也就是他为了要拥有戒行，他为此而培养正念，这是他的正念。这两种正念都是属于世间的正念。而在出世间当中，正念跟正业是同时升起的。如是此三法，围绕跟随之正业，在世间当中，在世间法当中，正见、正精进跟正念，围绕着正业，是指先有正见啊，再通过正精进和正念来舍断邪业，具足正业。所以，先有正见、正精进、正念，然后培养正业。但是在出世间心当中，正见、真精进、正念和正业是同时产生的。因为在圣道心当中，这四种，也就是正见、真精进、正念跟正业，它是八支圣道当中的四支，就是其中的四项要素。八支圣道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那其中的正见、正业、正精进和正念，都属于这八支圣道当中其中的四个部分。在圣道心当中，八支圣道不先不后，同时产生，一来一起来啊。所以呢，在出世间心中，所讲到的围绕跟随着正业，是指一起出现、一起产生、一起起作用的，这是正业，Sammāgammaṇḍa。那下面佛陀又继续讲了邪命和正命。那至于什么是邪命呢？我们在下一讲继续再学习了。萨埵萨埵萨埵。इदं मे पुण्यं आसवाकया वहं होतु इदं मे पुण्यं निपानस पच्चयो होतु मम पुण्यभागं सत्वसत्तानं भाजेमि เตสะเปไมสะมัง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ละปั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埵萨埵萨埵。